Okay.坊间一般双胞胎哈，有几种看法，主流看法哈，是那个把弟弟哈用兄弟宫来看，哦，那但我们看法不是这样子，我们看法不是这样子。那个双胞胎哈有几个特质，好，第一个长相会一样，哦，长相相同。第二个个性会雷同。或者心灵相通，然后第三个，三个小时候的环境很接近，第四个，第四个长大不一样，长大会不相通，大家的运势会不相通。那一般哈，一般台湾主流的讲法哈，台湾主流的讲法哈，它是用兄弟宫当命宫去看哦。那就是说，不过这个要先讲到说，华人对双胞胎的看法是啊，先出来的那个叫哥哥，哦，先出来的那个叫哥哥，哦，那西洋人呢，哦，就外国人呢，他们觉得是后出来的那个叫哥哥。因为他们觉得，他既然是后出来，他在里面嘛，所以他应该是在里面先着床的。OK， 那我们当采用的是华人的做法，因为几乎所有的命理学的逻辑都是啊，你小孩子一出生之后吸到了第一口气，他会跟这个世界产生关系，然后从那个东西开始起，所以先出来那个叫哥哥。那为什么特别这样跟你讲？因为怕你们如果碰到有那种真的就是外国人啊。他是华裔哦，但是他是华人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哥哥，可是在我们的看法他是弟弟。因此呢，先出来那个叫哥哥，那弟弟呢，主流的看法哦，都是用兄弟宫当命宫，也就是说呢，哥哥的命宫在这边，弟弟的命宫在这里。弟弟的命宫在这边，然后用这个当命宫之后，然后一样就成立十二宫出来。但这个东西会有个问题。你怎么去解释啊？心灵相通这件事，双胞胎很大的特质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心电感应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？所以我们的用法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呢是把命宫当命宫，跟哥哥的盘，我是哥哥的盘，然后弟弟呢用迁移宫当命宫，用这边当命宫，用红色纸提起来，这个是弟弟，这是弟弟。所以弟弟的迁移宫在这边，弟弟的迁移宫在这里。好，那你看，影响长相的是命迁跟父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它是命迁跟父系在同一条线上，他们只是颠倒而已嘛。所以它长相会一样，长相会一样。那个性呢？我的命宫等于你的迁，你的内心，你的命宫等于我的内心，有没有？所以个性会心灵相通。好，个性会心灵相通。OK 啊，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要把弟弟的命盘拿来他原来的迁移宫当命宫这样吗？不是啦，哥哥就是哥哥是同一个盘嘛，哥哥的命宫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若是弟弟的话，你就要把他的迁移宫当成是你的命宫，然后同样落十二宫出来嘛，他就落十二宫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弟弟的命宫啊，然后父母，福德。田宅，命符符天官，仆役，迁，然后兄弟，然后命兄夫妻，子女，财帛，然后其乐，这个是弟弟的，整个颠倒过来，整个颠倒过来，好，那再来，他这边是当命宫，然后这个是他的命宫，所以。本命盘的那一张是不是同时会等于他的第一大线？是不是同时等于第一大线？对不对？他刚好是第一大线嘛，所以小时候的情况会是一样的。小时候的情况会是一样的。
那讲到那个运线啊，好像运线，那个我们在看那个大限的时候啊，它是不是有分说什么三岁到十二岁啊，或者是什么四岁到十三岁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三生四怎么定出来的呢？命盘上面中间那一格啊，它跟你讲说你的局数，你的局数，哦，你就不用去管那局数怎么定出来的啦，对啊，不重要。哦，它上面写什么？木三局，水二局，金四局，土五局，然后火六局，有没有？会写这个对不对？哦，这是用六十拿银顶的，那个就不用管它。好，哦，它就用这个定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只要你是木三局的，你就是三岁起运。好，哦，金四局的就是四岁起运。哦，所以你看你自己的盘上面啊是多少，你的那个大限就会变成那个四起头，哦，四到十三，十四到二十三，二四到三十三，这样子。起运开始算，开始算，对。那个，所以啊，哦，所以如果这个人他是木三局，他这边是三岁到十二岁，这边是他哥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小时候啊，哦，啊下面呢，弟弟的时候呢，当你弟弟有命盘的时候，就是弄了一张弟弟的命盘的时候，弟弟的大限变成在这边，哦，所以弟弟在这里三岁到十二，再来哈，再来，那大限怎么走呢？哦，大限怎么走呢？哦，大限哈，哦，要去记一件事情。阳男阴女，阴女顺走，然后阴男阳女逆走。好，你看到你盘上面，它会写是阳男还是阴男？哦，那这个是用你出生年的年干去看的。你如果是阳男，那你的第一大限在这边，好，哦，顺走，对不对？阳男阴女顺走，你若是阳男，你的第一大限在这里，然后顺时间走，第一大限、第二大限、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所以如果你是阳男，第一大限三到十二，这边十三到二十二，二十三到三十二，三十三到四十二，一路以此类推。然后如果是阴女的话也是这个样子，哦，记的时候，哦，其实要记一组就好了啦，哦，其实要记一组就好了，哦，男生要阳女生要阴嘛，所以他就顺时间走嘛，那如果颠倒过来了是女生阳男生阴，那就逆时钟走。好，所以你去看你的盘上面他就这样子盘，因此如果说他是双胞胎弟弟，我当他的命宫定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同样的我要把他大限写出来，哦，你就要把它大限写出来，照这样子排，把大限排出来，哦，那你就有另外一张盘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长大之后会不一样？为什么长大之后会不一样？你命宫的天干会不同，有没有？我这样颠倒过来的时候，不是命宫天干不同，所以我每个大限在转换的时候啊，哦，我跟我哥哥之间，我的大限命宫的那个禄阳火跟司化是通都不一样。所以就越来越远，命格越来越越来越越差越多，哦，所以他长大之后不一样，哦，长大之后不一样，哦，所以这是我们看双胞胎的看法，是把迁移宫当弟弟的命宫，而不是用兄弟宫。再来，哦，那小限呢？小限呢？小限，我们上次教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说，小限是利用你的什么出生的生肖，对不对？地支嘛，出生生肖，两个人的生肖是不是一样？所以两个人的小限一岁是固定的，是一样的。哦，譬如说，哦，譬如说这个人属牛，哦，在丑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画一个三角形，画一个三角形，是不是到放到这边？哦，找小限的时候啊，哎呀，
我是属牛，小线的找法，甚至说是属牛，他说刚好画个三角形这样子，哦，从属牛的地方画个三角形，然后三角形一定会有个角碰到司马地，碰到司马地的那个角，顺时钟走两格，使他小线一顺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这是小线的找法，哦，对，要练习，小线的找法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，那你看以这张盘来讲，以这张盘来讲，这边是他的小线一顺。对不对？然后叠了他什么宫位？父母宫，对不对？可是却是他的极恶宫，好，却是他的极恶宫。在这边呢？没有，小心你睡在这里啊，叠他的父母宫嘛，然后是他的极恶宫嘛，对不对？是弟弟的极恶宫嘛，哥哥的这个小线一睡，对于哥哥来讲是重叠的父母宫，对于弟弟来讲是重叠的极恶宫，对啊，哦，所以是不是会越来越不同？哦，会越来越不同。